记起了你，说他忽然间遇到了你，而我却装作漠不关心，就好像只是认识而已。虽然我早已经走出了那些负面情绪，但是一听到你的心里，就会不由自主的分析。你走以后，感觉身体瞬间被抽空，就算很多朋友陪我，我也会发呆想你很久。我以为我走出了那些负面情绪。